陛下已将臣夫人赐死，现在只有你能救皇长子。跪下，叫娘，跪！叫娘，听我跟你说，在陛下废黜你之前，只有他能救你，一定要管他叫娘，否则你娘就白死了。听懂了吗？跪下！ 娘，救我！救我！救！孩子，孩子别怕，孩子别怕，乖，乖，娘在这儿，娘在这儿啊！陛下吧！快，快跪下，快跪下！司马懿，你大胆！ 罪无可赦。好啊，好啊，把他们两个押下去，等候处置。是。陛下，陛下。 朕已经下旨，贬皇长子为陛下。妾已经收皇长子为养子。朕的圣旨已经发到尚书台了。他救了我娘，就是我的儿子。陛下，你不是也允许妾收养一个儿子吗？妾只要瑞儿。为什么？ 后宫里有那么多少不更事的孩子，可以拿来给你养，都可以把你像亲娘一样对待。为什么偏偏选中他？陛下，陛下知道为什么？请陛下恩准。 圣旨追回来。